找亮点。Hello everyone, this is Celine。中文整体来说比较不讲求精确，但是英文是蛮讲究精确的，所以像是中文会说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但英文会说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You are one of my favorite people。英文好像很实际哦，没有最喜欢的人，因为最喜欢的人里面有很多个。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说说不定代名词的世界了，就是 one of, some of, most of, all of 这些 Lily Coco 的要怎么用。那 one of 后面再加上复数名词，代表的呢就是一个集合里面的其中一个。今天如果你去这个留学好了，那班上很多人呢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例如你要说哎，我的其中一个同学是从加拿大来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one of， 句子呢就会是 one of my classmates is from Canada， one of my classmates is from Canada。 要记得哦，因为多个之中的其中一个后面的动词呢就会是单数型而不是复数型啦。那如果还有一些是从台湾来的，那这个一些呢你就可以用 some 来表示。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可以说 some of my classmates are from Taiwan， some of my classmates are from Taiwan。 这时候呢因为前面主词呢是 some， 对不对？那后面的动词呢也会跟着变成复数型。那接下来如果你有大部分的同学呢都是从中国来的，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most of， most of， 这句话就会是 most of my classmates are from China， most of my classmates are from China。 那相较之下中国来的人应该是最多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哎，我的很多同学都是从中国来的。很多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字用啦，像是这个 a lot of、many of。 那句子呢我们就可以说 many of my classmates are from China。 有没有好简单啊？那来考考你咯，我所有的衣服都是蓝色的，这句话的英文又该怎么说呢？ The answer is all of my clothes are blue。 你答对了吗？